以前这个我们下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一片都是有那么大的这些树，58年以后就这个树就已经是砍光了。当时就处在一个狂热的情况之下，人就得升天，所以才有这个大跃进。 So many dams has been built in China without real opposition. All the villages along this river will be underwater. When we arrive at their village, this emotion is erupt. 你们都记得把我抓起来，不要记得把我们记住，这个农村的地方给地方。人家论证，可以，我们农民反对，你就不能建，因为我们有权利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生活在这儿，我们有吃饭。你说打算做什么？我要发动些群众了嘛，要坚决支持，要不吐血这些搬迁。It's about more than the environment itself. It's about China's democracy. 现在来讲呢，这个都在那说环保局，这个环保弄得太厉害。我说他刚刚开始还这么做，还没有这个法律上规定，他还没完全实行。他实行的话，你们可能又得叫，就得这么做。